悬疑问答。也同修从事从事微整形啊，面部修饰工作，比如除皱、隆鼻、瘦脸，这种会动人因果吗？师傅，这个问题他想问。小动会动的呀，动一点点呀，就不会整的嘞，整的嘞不像样了，整的太厉害嘛，就是动的因果多。比方说把鼻子弄得好看一点啦，脸部弄得好看一点啦，那也是说，那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也就是整整容让它更美丽一点了，应该这个不算什么大因。如果你帮他整容为了逃避整个形象嘛，就动因，动因果嘛，也有善因、哦、也有恶因的呀，对不对呀、哎、对对对。那师傅，手中整形手术是嘴巴上扬术，做完手术后人的嘴角会是上扬的，看起来像是在笑，这种手术对人的有好坏或者是影响吗？师傅，这个问题有人问。你要自然什么都好，对，整形整得不自然就怪了呀，所以很多脸如果没整好嘛就怪了呀、哦、你要整得好的呀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成功的案例太多了，现在马路上走走，你说说看，过去我们说韩国这个女孩子长得，我们是这个觉得不是太好看，当然比也有人家说他们好看、嗯、但是现在通过整整脸是不是更好看了、嗯、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明白了。那是否整个失败的也有啊？也有这样的案例，有这样的案例是吧、啊、很多这样。 嗯, 嗯, 嗯